竟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沾了天赐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为你的心跳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。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我不走，要走的话一起走。不行的，到这个地步你还想留在这儿？我的一生已经完了，难道为了我要大家跟着奔波逃命？你快走啊。我不走，我不信他有这么大本事可以感觉我一家。你不走我也不走。端康快一点啊，快快啊，开门啊。不要想那么多了。不行，端康，走啊！好一对奸夫淫妇，要不是我转回头来拿文件，也不知道原来你们天天幽会。康，姚世昌，走啊！有种你就杀了我们，我跟如意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我们死了，来世好再续情缘。好，那我就送你上西天。啊！不要！如意姐姐，娘。啊，到底什么事？打死你这个满洲狗！满洲狗，满洲狗闯到我们家来了！哎呀，满洲狗杀人呢！我在哪里？满洲狗杀人呢！娘，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你快走啊！不行，走啊！我打死你！啊，不要走啊，端公，走啊！不要，不要！满洲狗，满洲狗，我跟你拼了！娘，娘是我啊，娘！端公，娘，我不要啊！他真是害了我丈夫，我要杀你！快放手，娘！唐人亭散步。哦，端康，怎么了？你的脸色好难看呐。哦，没什么，我想刚才大概吹了风了。那就快回屋里休息休息吧，病好不容易治好了，可不能再犯病了。去，去，我也去弄午饭了。是。去。哎，小龙，又是什么事情？Thank you.
我倒杯水给你喝。来，喝水。喝点水啊，不喝水会口渴的。来，咱们一家人就只剩下你跟我了，你不能丢下我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人会爱我了，我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哥，我们在外面打探过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姓姚家里闹得天翻地覆。他把如意怎么样了？他没有把如意姐姐怎么样，可是他的娘发疯了，把他也给砍伤了。哎，现在住进疯人院了。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姚世昌那个王八蛋，这一辈子除了如意姑娘之外，最爱的就是他娘。现在被你这么一闹，把他娘弄疯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我们也商量过了。吴大哥好歹也认识几个大官，你搬到他那儿去住，姓姚多少有点顾忌，不敢乱来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。哎，我又没犯法，干嘛要避着他呢？对，他娘出现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什么话也没说，我怎么逼他娘疯的？是他自己造的孽。不管谁是谁非，他都会算在你头上来了。不总要让你等他杀你吗？嗯，我们的恩怨早晚要解决，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所谓生死有命，如果一件事情非要以死来解决，我绝不会逃避，我要面对他。好，我等他来找我。你要等，等我先死了。伯母，娘，你们骗得我好苦，说是他在小福德铺子里留宿上班，原来你们之间有这么一笔糊涂账。娘，孩儿不孝，让您老人家担心了。段康，娘，孩子，你是娘这一辈子唯一的希望，你就可怜可怜你老娘无苦无依的，放你自己一条生路吧。娘，孩儿不孝，我不孝。以后不准你再提不孝两个字，你要是有一点孝心，就不会老把不孝二字挂在嘴上了。你就不能孝顺一点吗？你就不能不去找那个姓姚的吗？娘，我听您的就是了，您起来。张磊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娘，走，你走啊。敦康，快走啊，不要再惹伯母生气了，走啊。我走，你走，走。娘，我会回来看您的。走吧，大哥，走吧，走吧。娘，大哥，您走，您先起来，等我起来。娘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大哥的。娘，您放心。小宝啊，行了，
我自己来。哎，不用了，这些事情一向不是男人做的，更不是客人做的，我来了。哎，这些莲子羹都凉了，你怎么不吃呢？做什么？吃不下？段康，你也不必太担心了，伯母有张磊照顾，如意姐姐，虽然姚世昌可恶，可是有一点是真的，他很喜欢如意，他不会为难他的。我刚刚学会了一种新的扑克牌玩法，叫做梭哈，很好玩的，我教你啊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我去拿。不用了，小宝，我累了。是一定很累了，那你早点休息了，我走了，我不吵你了，你走了。大哥，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啊，哎呦，你这哪叫麻花了？你这叫麻烦了吗？这么麻烦，这什么名堂啊？哎呀，跟你说了，这个叫麻花酥啊，麻花不稀奇，麻花酥这是御膳房里面所有的点心最难做的一种啊。可不是吗？要叠它三四十层才雕花下锅，多做几块，连一桌小菜都做出来了。你看。当初要不是你教我帮你忙的话，我才不愿意这么费神呢。段刚心情不好嘛，弄点小玩意儿可以找点话题，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哎，大哥，拿碟子来，快点。啊。哎，小心点儿。哦。啊！哎呦！我刚经过，想打点水。啊，我们也正在做点心呢，待会儿你过来尝一尝啊。好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间变那么手忙脚乱的？这说起他就来了，好尴尬。以后这种日子可多了，我的锅碗瓢盆得小心点儿。没事，真的好漂亮。对呀，这个叫麻花酥，老佛爷以前也说顶呱呱的呢。是吗？啊，你太费神了。也没什么吧，你试试看。好。好不好吃啊？嗯。小宝。啊？吃啊，没胃口啊。那我去拿点酱油给你，味道会比较好一点。我去拿，我。小宝。嗯。你听我说。我忘了，我哥哥还叫我到铺子里去帮忙，我没空。我，哎，你既然没空，那就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小宝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很感激你，但是我没法子忘记如意，我觉得这样下去对你很不公平，你还是。喂，拜托你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想告诉我说你跟如意姐姐这样生死相许的，谁不知道吗？谁想插进去的话，谁就是大傻瓜。你以为我想跟那个姓姚的一样混蛋那么笨吗？小宝，哎，再说你我是好兄弟嘛，兄弟有难，即使两肋插刀也在所不辞。我也没替你做什么嘛，何况只是叠叠被呀，弄点早点什么的。你不用说那么多了，我看你是太闲了，想的太多了，应该像张雷一样啊，到我铺子里面来帮忙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是失业啊，你不找工作怎么养一家人呢？不要赖在家里面整天做懒惰虫。
杯茶吧。喝茶干嘛嘛？我要的是一块针绣布了。不要这么说话嘛。哥哥，我是不是很下贱？你看你这傻丫头，你又胡说什么来？欢喜哥的姑娘也不会随便伺候客人的，他们有自己的规矩，有尊严。要是客人不依的话，他们也是不屑一顾的。堂子里的丫头，他们是要去放长线钓大鱼的，人家赚的是真金白银，付的可不是真情实爱。你怎么拿他们跟你比，作践你自己呢？你以后你再这样，哥哥就先打你两巴掌，把你打清醒了再说。你知不知道，只有端光出了事，我才觉得自己有用。这时候，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帮助他，在他身边照顾他。要是风平浪静，我就不知道我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。其实我心里，哥哥，我是个坏女人，我是个坏女人呢。今天吃了些什么了？他们有没有带你出去散散步啊？你想不想吃张跛子的烧饼？我明天买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有啊，听人家说香山的红叶今年特别的美，等你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啊，我带你去散步，好吗？你说句话，你认不认得我？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是世昌啊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小时候我最喜欢听你唱歌，现在我唱给你听。你记得了，你是不是记得了？我再唱给你听。小呀小儿郎呀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不怕那风雨狂，只怕那先生骂我来，骂没有脸见爹娘，见爹娘，娘，要么小二郎背着了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呀，不怕那风雨狂，只怕先生骂我懒呀，没有脸见爹娘。表大爷，你唱的真好。你唱的好啊，来喝。表大爷，我已经不能再喝了啦。你不喝我喝。表大爷，你喝多了啦。表大爷，你知不知道里面住了什么人呢？
什么人呐？哼，你一个背着丈夫跟男人私会的贱女人。嗯，是吗？嗯，你看看，这就是贱女人的下场，贱女人的下场。嘿嘿，贱女人，贱女人。哎，不管了，咱们走。啊，是如意，我是小红啊。如意，姚大爷，姚大爷，哼，姚大爷，你今天带我去哪里呀？哎，我哪都不去，你先回去吧。姚大爷，你好负心啊。我天天捧你的场，还说我负心呢？好，你捧我场，却一点温柔体贴都不懂。人家八大胡同的姐妹们喜欢什么胭脂啦、水粉啦、香水饰物。原来你想买东西啊？这也是为你的面子啊！赵大爷啊，几乎把福德的洋货铺都搬到玉桂那蹄子的房里了，而我呢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你是想要去福来洋货店喽？你知不知道那是北京最有名的洋货铺啊？卖的都是进口货耶，挺有趣的，包你也会喜欢的。去嘛，我们去嘛。喂呀，姚大爷，你看这么多。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，请随便看看，你要买些什么？哎，姚大爷，你看这花布好不好看？好。大哥，现在真的是货如轮转，我看不快发达，没想到你真的有点生意头脑。哎，这北京城里头很多人都很崇洋的，只要一说是洋货，什么价钱都不问了，就当做宝啊。那倒也是啊，我们再说这货吧。啊。喂，小张，我买的东西等下进来吃。麻烦。喂，你还有没有花色再艳一点？喂，看我买的什么东西来了？我喜欢再艳一点的。你看，啊，来尝尝这个，味道很好啊。谢谢。来，香。姚大爷，姚大爷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姚大爷，姚大爷，姚大爷，哎呀，你怎么搞的嘛？人家选了这么多东西，你要付钱的嘛？你怎么就走了呢？可以赚多少啊？我看最少二十个大洋。二十个大洋那么少？我看三十个大洋。三十个不可能了。哎，你赶快跟我赌啊！赌赌赌赌赌，跟我赌、啊！赌一顿饭，好，怎么样？就一顿饭。哎，你们大家听到了？好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Yeah.
奸杀的姚思昌，一定是他干的吗？不一定是姚世昌做的。那我快通知他，我是别无用武之，我知道是谁。你为了好好的日子，他们不过，非要这样赶尽杀绝干什么呢？太平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把打碎了不可，干什么呢？这给我弄弯了，你看。再商量吧，大哥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再商量。胡大哥，要走？对不起，所有的祸都是我惹出来的。我已经劝过他，可是他不听我劝。他倒我们的铺子，你就避回家去；他要是倒你家的话，你避哪儿去啊？我不是在避他，就算我跟他对着干，我也不能拖累别人。什么别不别人的，亏大家一直称兄道弟的，一有事情我们就成了别人了。你这样一走了之啊，你以为就相安无事了？不见得姓姚的跟你想法一样啊。不要吵了，我就问你一句话啊，你今天只要回答得上来的话，要走要留随便你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福大哥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要是不是瞧不起我的话，你为什么老不把我当朋友看呢？我今天要是为了我自己怕被牵连而不顾朋友死活的话，我还是人吗？我是，是吧？我今天就是要跟他姓姚的干上了，怎么样？你知道今天军务部的执行科长，他就是过去的九门提督啊，还有资义局的这个议长，他就是巡抚大人。过去他们跟我是好朋友，今天姓姚的如果真抬在我头上不放，那我就要跟他扳扳胳膊，看谁劲儿大，怎么样？福大哥，我不想。饭都要开出来了，还不想什么？来，坐下吃饭了。明天一早还要收拾呢。坐了。小马，你给我拿纸和笔来，我要写一个白帖给那姚区长送去。这回真要跟他会一会，怎么样？真的。我说到做到。啊，胡老板吗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公事来迟了。不敢当，请坐。自从上次到过胡老板的洋货店，觉得很有意思，早想跟你交个朋友了。大伙儿都是明白人，咱们开门见山说话吧。我说啊，请你以后不要找人到我店里来捣乱，要不然呢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你的铺子被人捣乱了，你干嘛不来警察厅报案呢？搞好北京城的治安，人人有责啊。明人不说暗话啊，姚区长，过去我虽然是个小太监，可是我在前清里头也认识不少大人物。你说什么九门提督啊、巡抚大人呐、左领参领啊，我们都有点交情。今天他们在新政府里头担任什么职位，当什么差，我想姚区长不难打听得出来，是吧？要是说以后还有人到我店里来捣乱的话，就算我不说话，我想他们也会出来替我出头。富察端康他不过是个小伙计，他干不干无所谓，可姚区长您的职位得来不易呀，您是聪明人，不会拿个瓷器跟瓦罐碰吧？好，你不说话，那我的话就算说完了。请你回去自个儿想清楚，今儿的茶钱我厚了，咱们回见。好一场耗子戏、啊。过几天我们还有新的香粉进来的时候，麻烦你们再过来试试啊！啊，欢迎欢迎，慢走慢走。好好好好。哎！
对不起。好好，姚世昌干得好，我非要让你丢官坐牢不可，你给我记着。这崔建寒呢，本来老早就交上去了，没想到接到这件投诉案就暂时搁置下来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做过，我难道会为了这种私人恩怨罔顾自己的前途，知法犯法？我也相信你不过去捣毁人家的店子，不过这次投诉人后台很硬，他们在市长面前打你小报告，告了你的状。他们没有拿出真凭实据，怎么可以随便诬陷我呢？他们要是有证据的话，你这个区长不早就撤了吗？这名位高了，这种无中生有重伤的事情是难免，不过你放心，你也破了不少案子，功劳也不小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。好，总厅长，我打算在晋阳春摆两桌酒慰劳一班兄弟，如果总厅长到时候有时间的话，过来喝一杯吧。好，好，大家忙了一场，这是应该的，到时候我有空一定来给大家打打气。来。来喝，来喝，怎么不喝啊？喝，来来喝，哥，喝太多了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就不能动他一个毫毛啊？这口鸟气我怎么咽得下去？大哥，这件事以后再慢慢想办法。想办法，他把我娘逼疯了，我怎么能让他逍遥自在，事业如意？如意，如意。大爷，你别生气嘛，今天晚上我会好好服侍你的。好看，大哥，少喝点吧。是条满洲狗，妓女奴婢还不如。你以为我会碰你啊？啊！你想悠悠清净，你要清茶淡饭，你想轻敲念佛过日子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躲开我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世间上的事，不是事事都称心如意的。我不能，你也不能，回房去。我要你天天对着我，我要你服侍我到老到死，你永远都躲不开我啊！给我脱鞋。倒茶。跪下。倒一杯。
用手吧！你真的够下贱！你为什么不反抗？你为什么不吭声任由我折磨？你是不是不屑理我？ 是不是不屑跟我呢？好，我在你心中是个卑劣的人，卑劣的你全部把我看在眼里。你这个贱女人，你瞧不起我，心中只有那个满洲狗。我就带你去见她。 尽我做丈夫的责任，解你相思之苦。你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是北京城最受欢迎、生意最好的洋货店，你的情郎就在里面。我不进去。你干什么？你们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吗？你不是朝思暮想要看到他吗？难得你丈夫这么大方，让你们见面，一解相思之苦，你怎么可以不领情呢？我不进去，我不想见他。 福大哥，要您在上面签个名。哎，啊，如意，如意，干什么？傅老板，我带老婆来光顾了。我心灵了。老婆，嗯，你看看你，脸色这么清白，怎么能当区长的老婆呢？嗯，来，哎，让开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 不要，这唇膏好漂亮，我给你化化妆。不要，不要，端康，不要，端康，你不要碰它。不要啊，端康，端康，再擦一点胭脂水粉啊。不要，不要，端康，不要。好了，行，先生，要钱，我受够了，先生，我的宴请你出去。我是客人。 对客人要客气一点，我是来捧场的，怎么叫捣乱呢？啊！哎，大家看看，够红了，像戏子，戏子无情，很配，真的配耶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怎么样你？姚世昌，我跟你拼了！不要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我，打不死我，我就判你个死罪，大家同归于尽。 不要，我求求你不要，我不要。你看看，我老婆多疼我啊！嗯，如意，我今天就要跟姚世昌拼了！不要，不要，如意，不要，我不能这样下去，死了也好，死了就不用活受罪了。如意，你让开，我跟他拼了！你让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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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出戏真精彩。不许擦！我喜欢看你哭的样子。看什么？看什么你？我就是我，我是鬼。不许擦！我喜欢看你哭的样子。看什么？看什么你？我就是我，我是鬼，我是最下等的鬼。你不一向这么认为的吗？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这都是你自己要的，你自己找的。从嫁我那天开始，你就希望有今天。我告诉你，以前呢，我把你当神一样的服侍。照顾你，样样都顺着你的意，把你当成宝贝一样。但是你怎么样，就想着你的满洲狗，天天对我板着脸，要我难受，要我发脾气。你不要我爱你，
你要我恨你，你要我把你当成烂泥巴，好，我就把你当成地下的烂泥巴，我天天折磨你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你满意了没有？不准哭，我要你笑。果然是个贱骨头，对着你我一点情绪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要到桂香院去寻花问柳，你不准睡觉，等我回来。还有，不准洗脸，如果你洗的话，我就打死你。谁呀？还有谁呀？小宝啊，端康怎么样了？他还能怎么样啊？一句话也不说，像哑巴一样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干坐着发呆。我看你也累了，你就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哥哥，你想想办法嘛。那个姓姚的就像一头受了伤的疯狗，他只想弄得每个人都伤心痛苦，如果不阻止他，如意跟端康都会给逼疯的。可是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。那你找找你那些高官朋友吗？没有用啊，如果今天他派人来砸我的店，那么扰乱民居，我还可以告他个知法犯法，是不是？可是自个儿老婆他这么对付呢，谁能有办法呢？可是他这是耍花枪，根本是虐待嘛。是啊，你听我说，那是他老婆，这是他的家务事，官位再高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怎么办呢？那难道说要如意姐姐给那个混蛋弄死了，这才算没事啊？过来多喜，我不是吩咐过你吗？我回来之前你不准睡觉，你跟我作对是不是？起来，起来呀！如意。如意，如意，你不能死！如意，如意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世间的事
不是样样都能称心如意的。你现在相信了吧？你偷我的吗啡精自杀，好啊！原来你早知道我有这个药了，你早知道我这些日子来要靠这个吗啡精才能睡觉。全都拜你所赐。我也是在挨日子，所以你怎么可以死呢？你不能死。多大的痛苦，才能偿还欠你的眼泪。